谢谢大黄脸儿。平 A。二级我只学个 E 吧，耶耶，好 E。一下，八八六一下平嘞，吃了我一万个技能才掉这么点血，没事，他变笨了。走呗，卡眼一，月八八六套点盐，闪现平的应该死了吧？他带着传送吗？啊，他带着传送。为什么要传这个兵？吓死我了！耶，接一下。我要回家啦，溜了。其实我想回家之前再打他一下子。先来本小黄书。你是丧尸吗？我是丧尸。我衣服上有血。我衣服上有血，绿色的血。水滴。这出不出都行吧。这把我决定玩一个不出美甲窃魂卷的火蓝。来插个眼儿 ，W 炸，地垫儿。W 炸。他这边没意了，可以杀，直接贴脸儿 ，RQ 打管六点钱，耶、yeah ！还行吧，这套连招没给火蓝丢人吗？干嘛呀？再见了。这咋办？那我不死了吗？
瞧瞧这，哎，梦魇本来吧，害人精啊！但是梦魇本来是五级，我往下走也可以。他啪一个 W 魔眼下来了，我这怎么整呢？这，那我上去吧呢？哎呦我天！W2A 真是害人精啊。打个眼儿，梦魇死了。这把我们玩一个不一样的火蓝啊、哦！很痛了，打人已经很疼了。弹！哇哦！我要不要给你个五杀？我下去送你得了。哎呦，我这吸血鬼！直接500块赏金，吸血鬼！留个小兵传你个火，抠中，麻烦溜。再抽，我闪现，一出 W 点燃，还有没有大呀？差6秒。没办法，极限了，我们没有技能。哎，你给我踹死他！哎，我们这把不出美甲窃魂卷，我们就蓝烈汉的苦楚配个冰杖，来个沙漏。蓝烈汉苦楚冰杖沙漏猫子法穿，就这样，再不出那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了。那美甲窃魂卷我发现根本不适合火蓝这个英雄，赶紧冰杖。赶紧把上路推了，我们就无敌了。
我已经有点无敌了。又是你这个逼！哎，一没一出来，烦死了。怎么老是他呀？冰杖呢？搁这儿呢。马上冰杖啦！吸血鬼被下当了，那还行。那梦魇应该是去打峡谷去了，我一寻思就是。世界将会被僵尸中。这回梦魇的来，好好好吓人呐！哇，他飞他没打过，我们往中路走一下，看来不用啊，我们去打个蓝 buff。 我决定在这儿等一会儿的梦魇，算了，我去杀吸血鬼吧，我不等梦魇了，等他等的时间太长了，而且这火龙龙魂给我草给我烧了。耶！哇哦！哇哦！这虚区，哎呦我这虚区！送人头了。这吸血鬼有点厉害呀，吸血鬼不敢单呐。那我们来个鬼叔吧，不行啊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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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能鬼叔，我们还是得找点通胀。他没R，吸血鬼。哎，耶耶耶耶，我把死漂亮，这波三没三全杀。确实得要个沙漏的吧，女枪已经黑林斯本瑞了，你能踹着吗？那你到底是上不上啊？女枪跑得好快啊！
蓝枪可能会死。哎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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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一下救一下！哎，我梦魇死了。血鬼有点猥琐啊，不太好杀，咱们别野那吸血鬼啊，直接回家，反正根本打不死。哇，弹一个大树要杀我，那回家了。梦魇开大了，梦魇大没好那么快，没事，再来个沙漏猫着法穿。小龙30秒，应该要打倍团了。俺们就站后排啊，最好是别让人给先手了。爬的这个位置好像不是很好啊。哎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弹耶、致命点烟扣一下 W 耶、炸，哎呦，魔爪扣，这波弹的比较爽啊。直接给我们赏金干到了700。下路塔给他拆了。防难万防还是没防住啊，小妹妹。压了，这高地怎么还要掉了呢？高地是怎么要掉了的呢？叮，还好我拥有了沙漏啊，一路换一路啊，还好还好。干嘛呢？大树放火烧树，耶，炸，抽死，
我说实话，我确实应该来个美甲窃魂卷去，应该都25层了，一波了吧？啊！来呀、啊！来大龙，快快快快快！救一下，救一下，救一下，救一下！大龙啊，大龙啊！可否快一点？能不能快一点？我直接放大吧。哎，哎，别飞我，对不起。别飞我啊、哦！我可不能飞，我可不禁飞呀！是时候来个美甲窃魂卷了。你们还敢推？吸血鬼挺猛的，就这么点血还往我脸上冲呢，我的天哪，吸血鬼真不怕死。哎哎，他有什么可拽的，我就不明白了。我一这个这我这大火蓝办不了他吗？摇摆每一天，他跟我牛什么？推，弹弹弹弹弹电，快跑！梦魇来了，快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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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不跑谁二啊！赶紧跑！这波不跑必死！看见没？快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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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了可不值当啊！这个1000块钱可不能给他们。哇！哎呀！干哈呢？这蒙眼儿。哎。谢谢你的蓝，谢谢你的红，谢谢你的小 buff。 我的126回家了，我们一定得有沙漏才能打啊。没有沙漏很容易死的，那吸血鬼还有梦魇打我们都比较好打。好，轮到我们收割了。
闪现一把不敢溜。哎呀，我致命点呀！拆吧！也投降了，什么操的？这件事情就告诉你，不用什么操作，也能。